司令长同志，能源已就位，请指示。参谋长，接下来的行动由你来指挥。是。 人在哪里？啊，做到人了！那里，你千万不要报警，这个窗千万不要报警。 Obrigado.
行动！行动！那几个家伙全招了，这是笔录。那不是我们要找的人。怎么可能？那纹身跟咱卧底传回来的照片一模一样。你们看看这个，这两个纹身图案的舌头方向不一样。右边的是万物，左边的是茶菜。我的货呢？在了。钱呢？没了。那条海路从来没出过差错。你想黑吃黑啊？
เส้นทางนี้ไม่เคยเกิดปัญหามาก่อนตอนนี้มันก็เกิดขึ้นแล้วของก็หายเงินก็ไม่มีน้องชายฉันก็ตายไปแล้ว现在道上的人跟警察都在找我们，这地方待不下去了。您安排的船什么时候到？ไปบอกให้หวังบูรู้ไม่ว่าใครฆ่าแกตายมันต้องชดใช้แกอยากจะเป็นใหญ่ที่สุดในจีนฉันจะทำตามแกเอง小刘啊哎我的化验报告出来了吗谢谢啊本台消息近日我市边防支队又成功破获一起重大毒品交易案，现场缴获大量海洛因、冰毒与交易现金，抓获买卖毒品人员18人，疑似毒枭头目的叉差被当场击毙。这是继518贩卖毒品案后又一重大成果，给近期活跃于我近海范围的贩毒集团予以沉重打击。我市边防支队还将继续深入打击，追捕漏网的其他贩毒成员。我天哪，我要做姐姐了！哎，小叔，采访你一下，马上要做爸爸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幸福。来尝尝，您是海蛎煎。做的太多了，我跟小狗现在减肥呢。减什么肥啊？你现在可得是吃好啊！你现在不是自己吃。孩子吃，来来来，尝尝。小叔，小婶，小婶你怀孕了，不能喝酒，我们以水代酒。来，好，来，来庆祝你们将要成为父母。恋爱了，承认，不让说呢啊！感觉像是个搞音乐的，这有什么不让说的？待会儿出来我问问他。哎呀，这女孩的事儿，懂什么呀？啊，行，我不懂，我不懂。哎，咱不等他，咱俩先庆祝一下。哎，行。走，对你电话。这就过来，我去趟店里。沈立飞，省边防总队侦察大队外勤，一年前成功打入犯罪集团内部，绰号白板。6日前，海州边防支队在南海海域查获的毒品运输案，就是由他向我们提供的情报。对方将他的遗体放入渔船，顺着海流飘向我滨海省，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发现。同志们，2年前，我参加公安部组织的国际刑警交流会议，会上，很多国家的同行跟我说，你们的国家现在太强太大，他们国家的很多商品都是中国的，甚至毒品。这是夸我们还是在骂我们？这是比骂娘还难听。牺牲是战士的最高荣誉，我们不怕牺牲，我们只怕辜负了使命。滨海一日有毒，海上的冰雹一日不除，我们就抬不起头来。中了2枪。
哥，你明天就要去当兵了，那你以后会想念我？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当然想。那我以后也要跟你一样，我也要去当兵。啊？昏天大败，变化啦！战鼓他们，他说死的那个是他老大，他老大给他们钱，他给他们老大干活。每次都是卖给他，就是你们打死的那个外国佬了俩，其他都没有了。现在已经没有必要把精力花在那几个人身上了，现在要尽快的找到毒品的来源。那两个运货的人有口供，都是洗金工的老油条了。他们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事儿，死不太好。根据车辆行驶轨迹和周围的关系人的反应来看，范围应该是在邻省的华城区。把视频监控资料都给我拿来。从华城到海州430公里，正常的车速也就是4-5个小时，可是那辆运毒品的轿车居然开了7.5个小时。在休息区怎么装货？所有休息区的出入口都没有那辆车的监控记录。逆向行驶交货，我们的方向错了。立刻排查4个小时内所有驶向华城方向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嗯，这多少车啊？启动市局天域连接，我去办。加工技师，江队，像不像是土老头？能把画面清晰度再调高一些吗？就是他。这是那辆车的驱车记录。是这个人吗？好像是。我们是公安边防警察，现在需要有事情让你配合调查一下。啥事啊，警官？给点提示呗。上个月4号，你是不是跑了一趟长途？4号，给好运士多店的老板送了一趟货，好像是4桶涂料。是不是这个？就他。什么呀？警察，警察，快！给你们来！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家木器厂就是一个制毒窝点。7天前我们打掉的那笔冰毒，就是从这儿出去的。要不要再经营一下，顺着这条线索，找出生产毒品的原材料，还有他们的幕后老板？来不及了。前些天我们打掉那个小卖部，他马上就会得到风声。我们支队长的意见是，请你们辛苦一下，协助我们，马上行动。 就是那司机，外号老六，情况怎么样？送医院了。据他们几个交代，老六每次到了制毒的关键时候，都会请一个叫教授的过来帮忙。最近一年，他们好像闹掰了。收掉吧。 这段时间，我们也听一听。大哥，这损失可不小啊！照规矩，该怎么赔怎么赔。苍天有眼呐！现在外边风言风语的。
说是有人把老六的海路给捅出去了，所以长在人家脸上，那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呗。现在正是好时候啊！我准备带教授出去走走，告诉你的人，这段时间谁都不许出货。大哥，这不出货，你让下边人怎么活啊？傻子才会相信富贵险中求，只有学会规避风险，才能发大财。活也不活，他们自己去想吧。大哥，汕头的老六栽了。周密部署，我市公安边防支队成功破获多起制造走私冰毒特大案件，缴获冰毒共计235公斤，制毡原料麻黄碱406公斤，抓获涉案嫌疑人17名。我们将继续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集全队之力，在全市范围内持续严打深挖。我们有决心将海州市打造成一个无毒世界。哎，李总。刚才汕头那边来电话了，老六没抢救过来。教授呢？他在查。最近有个情况挺奇怪的。我的外层反映，最近海州市面上的毒品价格在疯涨。5倍，现在6倍，8倍。省城那边呢？下午给他们去了个电话，也减少了不少，说明咱们的工作卓有成效嘛。没货，不卖，不卖，不卖。一周啊。虽然我们这次的行动很成功，但是真正的受益者是另有其人啊。好。是，我知道，我知道。没货呀，不卖，不卖，我说不卖就不卖嘛。江队，你怎么没去今天的毒品销毁仪式现场？这种场合，有领导就行了。觉悟还挺高的。最重要的，安全第一。哎，帮个忙，对比一下，看看这人是谁。好，我尽量。我在伦敦数据库里找找。为了表示感谢，今晚请你吃饭。我们去看电影吧。改天吧。你怎么啦？是不是跟我在一起特无聊呀？没有，昨天写曲子，一晚上没睡。我可是旷了课出来陪你的。好，我陪你。哎，你看。这两个案子是我小叔一手破的。你小叔，他是警察？公安边防警察。款面膜，对对对对，现在就是出货的好时候。前男友面膜，市场都挺懂的嘛。没人不讲规矩，岛上人都知道。上次他失了手，连自己的商家都给做了。真是啊，谁叫我老公有钱呢？喂，上妆之前涂的话，会非常的高。喂，老大，有钱。
钱的啦。哦，还有啊，我要给你推荐的是一款那个迪奥的。我说你每天能不能有点正经？啊，先不跟你说了啊，挂了挂了。哎呀，人家就打个电话嘛。哎，好了好了好了，不打了不打了，快走快走。柜子，自己小心点。谢大姐。怎么样？能联系上教授吗？媳妇儿，我怕我死在你手上。说正事吧。你想开工？别以为我不知道，整个夜场都断货了，即使有也比平时高几倍。活该，咱是没有发财的命啊。我们合作。咦？别忘了我跟教授的关系，他会的，我也。那也犯法，一个贩卖毒品，一个卖假货。林队，已经移交给刑事科了。这家伙也知道现在市面上毒品少，想趁机宰另外一个嫌疑人一刀。这味精，卖的比以前冰毒还贵。挺好，碧海蓝天，无毒世界。不一定，越是这个时候，越会有人铤而走险。这是什么？样子难看点，效果是一样的。娜娜，你也算是专业的。这夜店的女郎多少钱？站街的小姐多少钱？那是天上地下，区别啊，就在于长得好不好看。那也得看妈咪是谁。再说了，你说的是我还是你？哇，欢迎无所谓，欢迎点赞。到底在做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也……你有病吧？你在这里给我玩直播，你想抱着我们一起死是不是？我在这里玩直播，关你什么事？碍着你什么事儿了？这里做什么？我怎么知道？你别以为你是雅品房的女人，我就不敢碰你。看来你真的病得不轻哎。还我手机。你要是想死，没问题。麻烦你给我滚蛋。哎，价格可以商量。我一桶的一块钱，能换到八块。老兄，知道为了这批货我下了多大本钱？
他不要刚好，我们出散货，就这价，随随便便就能卖1000万。还种茶的太监，我得往外地走。你懂什么？越是茶的紧，就越是价格高。哎，听老娘的话，不会死的。 放心吧，啊，都正常。这，我就知道你不是来接我的吧？来接他的对不对？胡说，当然是来接你的。没有你哪有他啊？别动！别动！别动！这是医生！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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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冰毒与以往不太一样，反应非常的明显。哎，楠姐，楠姐，怎么着？你手什么事儿？谢谢，风声好像很紧，不会出事儿吧？要不是你出货给阿伟，怎么会弄成现在这样？谢谢，不是手头紧吗？ 怎么知道阿伟当回事儿啊？我告诉你，出了事儿，你自己兜着啊！害怕？要不你自己躲着。钱。注意保重啊！谢谢娜姐。 阿伟的毒品是从一个歌手手上买的，这个歌手又是从皇家夜总会的娜娜那里进的货。娜娜前段时间离开过皇家，有可能是去进货。盯住这个娜娜，看看她都和什么人有联系，咱们再去找点线索。令队，昨天换装的新闻您看了吗？少跟我提换装的事儿。只要我们还穿着这身公安边防的衣服，就得冲在办案的第一线。 小姐，您的手机。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干这种事儿？不想要命了？那还不是因为你的大徒弟牙炳皇逼我。再说了，不试试货，
难道永远被教授卡着脖子？你自己看着办。我。这个臭娘，我这真金白银的，你就给我这种东西，你是不是故意的？谁呀？别给我装了，赶快把那批货给我毁了。啊，那是钱呀，大姐。钱和命。你要哪一个？我说娜娜，你少拿教授的关系来欺负我。什么？教授，对，电话间隙内他们确实谈到了教授。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娜娜和雅炳煌的犯罪事实，根据我们的分析，他们的背后应该会有更大的目标。如果现在实施抓捕，极有可能会打草惊蛇。可是如果我们不行动，他们那些似是而非的冰毒又将会流入社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制定了这个计划。你们的意见呢？同意。同意。行动代号：破冰。不是因为你的大徒弟雅炳煌逼我，再说了，不试试货，难道永远被教授卡着脖子？昆体大败，变活了，占姑他们。他说死的那个是他老大，他老大给他们钱，他给他们老大干活。每次都是卖给他，就是你们打死的那个外国佬了俩，其他都没有了。好运士多店的老板送了一趟货，好像是四桶涂料。行动开始。
亚秉煌呢？亚秉煌呢？亚秉煌呢？你知道你什么行为吗？姓景，谁知道那个死人跑哪儿去了？我也一天都没见着他了，打电话也不接。不，送到一个西部。带走。笑啊！林队说的果然没错，他们早就在咱附近安排了人，不然怎么也能找见。我看这小子逃不逃出我的手掌心。四队，亚秉煌抓到了吗？这小子狗鼻子，跑了。你们那边有什么新情况？四队，你看，这是我在查看相关监控录像的时候发现的。亚秉煌、娜娜，一个年轻人，还有一个拿着提线木偶的老人。这些人看似不相识，但都在同一个画面上出现了好几回。看样子，这两个不认识的人，应该就是教授和他们老大。你们立即申请启动天宇追踪系统，寻找这两个人踪迹。是。林队有消息吗？林队有消息吗？没有，没有，没有。他这是怎么了？他在担心林队。现在应该在海州边境附近，但是。林队电话一直不通，不知道那边会不会有武器。那林队会有危险吗？还记得白板吗？是目前唯一有效的计划。执行起来会有危险。牺牲是战士最高的荣誉。
报告首长，我是滨海公安边防总队李志勇，现请部局审批，向公安部国际刑警联络处申请国际刑警协助。你是谁？想要我的货？我们叫鬼混进来。哎呀，对不起，原料都在国内，我们俩现在这回都回不去。跟买官万这不理谁？你打死我很简单，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一两年之内，你在中国再也找不到像我这样大量出货的人。找好来就能吗？价格是现有价格的十倍。不给。看不起上不考，你干嘛太急了？啊？แต่เส้นนี้อาจจะมีตำรวจพวกคุณต้องทำตามผมไม่งั้นก็มีสองทางเลือกให้เลือกไม่โดนจับก็ตายเราหน้า分开走好这里是中国境内你听我的根据天宇系统追踪锁定嫌疑人雅敏煌所驾车辆正行驶在滨海305段收费站，大家做好战斗准备。是。目标在滨越高速305段出现，由北向南，半小时后二组上。好的，收到。三组，三组，我先赶往嫌疑地点，你们马上调出过来接应。三号，谢谢。知道啊，绽放我们的光芒，相信就算未来还有更多风雨的阻挡，只要我们并肩向前闯。啊！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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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我有钱啊！我有钱。你有多少钱？这是100万，你妈就把妻子散去。谢谢。你上缴赃款。来来，这个这个，走啊！
等着。这是。啊。那片脸很靠谱啊！好好好，你稍等，小黄，听一下。坐。我是社鸿运船运输公司的。哎，你好。在我司所属机箱号上发现疑似通缉犯人教授，现正驶往白礁口码头。嘴还挺硬，其实你说不说也不重要了。要不我们聊聊盐条？你们怎么知道盐条？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盐条是主犯，你是从犯。你要是不说，那所有事儿都是你一个人的。谢谢你的配合。如果你提供的线索真实有效，当然可以作为你立功的表现。死人妖！不是我不说，是我真不知道。我们三个人每人一条线，只有在紧急的时候，三个人对在一起，才能联络到我们老大。那你说你知道的。你要是打了一个，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现在就等周猛的消息了。我们的人说了，教授身边没有枪，周猛又是打不死的小强，肯定能完成任务。行动！已经检查完毕，没有发现毒品，但有发现毒品残渣。果然是严跳子超，这老小子真不简单。可问题的人呢？李队，我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人应该没走多久，这消息怎么就会漏出去แลกของกลางทะเลแยกของให้เรือหลายๆลำเป็นความคิดที่ดี富贵从来不是险中求来的，货我已经出了。合作愉快。哎，我มีเรื่องอยากจะถามอย่างนึง，น้องชายผมตายได้ยังไง？是中国警察打死的。เส้นทางนี้ปลอดภัยตลอดขณะผมแลกของยังไม่เคยเจอตำรวจเลย我不知道แล้วไบบันผู้ชายผม谁是ไบบันเดี๋ยวคุณก็รู้ว่าเขาเป็นใครThank you.
走。家伙们，万威龙，都和乱威龙，万龙，我跟侬好吗？好吗？退两百，退百，别激动，他在这里，都和这威龙他嘞，没让他打个脑袋，你听见话？队长，刘队长，为什么不去协助林队？这里已经是公海了。你们看，林队。明天就要去当兵了，那你以后会什么？
能有你这么一个妹妹，当然想。那我以后也要跟你一样，我也要去当兵。好吧。